哦，这个鼎泰吃牌把40,000吃肉下去，没什么太大影响啊。没鼎什么太大泰，影响啊，那现在是静伟要可以停牌了，对，要不要打个6万来一样，跟刚刚一样听个绝招，听个2万单调，他现在36万带45万，OK 那啊，很漂亮，没有很错。OK 啊，对啊，还能够有什么比这个更漂亮？跑哥。现在停牌了，鼎泰现在要停牌了，要打这张5万，那静伟会不会结束这个庄呢？应该是要选择结应束该要吧，选择结束，尤其是但现在要是吃牌，你看，他一样过水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对错，就是选择的问题对，呀。静伟一样就过水，哦，那但我是，相信这个东西对科科来讲就是又是一波，你对，看马上哇自塞，摸。太扯啊，我们今天观了啦！众们都很有眼福哈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去想，当你遇到这种状况，你这一张5万，你要不要过水？我觉得。当他要吃牌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过水了。对对对也对，许不吃牌你可以过水，但是他已经要吃牌了，你就不对。要再过水如果我是静伟，我一定是胡掉的。了。对。啊，我因为他庄结束，换我上庄，啊。那这个时候，静伟的心态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嘛。他可对。能就会想说，早知道我就胡掉就好了。那但是没有这个，没有什么早知道的事情啦。就是说当下的判断啊，我认为有时候可以就是喊一下怼啦。对，可以，我觉得啊，可你也以。可以后面不要胡，或者是不没要错，碰没啊，错，罚没一台错。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对，你分对，数差那么多了是。啊。让自己冷静下来啊，嗯。因为虽然听四门很漂亮，但是大连庄你已经看到旺家旺成这样，连庄连成对。这样子的，真的是要做一个停损。嗯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庄家连到五，庄家连六，哦，连目六，前庄家连六。啊，看看这个老虎庄会走到你哪看，里。科科这一把庄哦，连二的时候是自摸逆转第一名，连四的时候自摸，连五现在又自摸，现在跟第二名的分数差距是28000多分。是，